迄人孙仔吼，互人赌遐个钱吼，心足未开。这书伊个法就是讲，安尼往前走，行前脚，啊来放后脚，唔通搁再想咱过去遐。伊个正慈悲，达古拢话足入心入味安尼，所以我才决定行入来慈济安尼。我从入来做志工就开始做相机啊。师姐伊叫我讲，你爱开单，啊，我一定唔敢。哎呀，那一天晚上睡觉，晚啊那个师傅来甲我打头，才听讲有怨就有利啊。啊，我就想讲好，我提起我的信心、甲毅力、勇气、认真，甲行落去安尼。啊，我是一个相机的窗口吼，活动的时，啊，我拢会带大家心想一处吼，哦，啊，祈求讲，互咱安尼诸位圆圆满满安尼。先定咱的心嘞，做这相机嘛是一个修行的工课啦。是这个组织团体，就是师父的法吼，互人一入心，就是拢伫做中去觉啦。咱的师父安尼真慈悲啊，啊伊的法我拢甲吞落啊。咱都食饭倒前吼，甲打一个师父师父再早有吼，啊咱紧食饭会甲伊收拾。我做到即卖来安尼吼，都有较侪岁啊。但是手酸甲未，球未悬安尼，那无阁找一个较少年的传承相机的人选出来吼，嘛是不行啦。我会到边啊，阁甲伊斗扶持，做到我未做为止。